呢日，我扮咗自己都唔舒服啊，頭會 check， 兼且喉嚨痛。講翻先，四三六二嗰個阿 Sir One 派咗97分啊嘛，咁我咁後屘佢話你留低做一做個 record 之後咧，就要將嗰份嘢交俾 Miss， 跟住入分。但後屘當我交出去之後咧，佢話收唔到我嗰份 hard copy， 跟住我唔知咩事啦。到我琴晚9點幾嗰陣時咧。就回覆佢做咩咧？佢話你有冇揾清楚？你有冇收埋咗？跟住我諗緊，可能有問題。如果佢收唔到份 hard copy 咧，咁係當零分啦。阿三咪有兩份，都係佔好似10% 唔知15% left 佔15% 啦。馬三人 10% lab 就 15%， 跟住測驗就佔 25% 好似，跟住考試 50% 咯。我唔知我揾到，但係因為你成個班有成70幾學生，你話你可以話可能夾住咗咩水？四三者嗰個差，無論係功課啊、差驗定考試咧，係要 pop 圖噶嘛。咁你 pop 到，你好難 pop 到一個啱嘅圖出嚟。啲嘢都凍，唔係凍咗幾日之後暖翻之後又凍翻。是冇特別啦，又閃退，跟住屍體又有幾個，
分咗嗰單嘢，又有條新片關於，又去我揾翻個 X 機啦，我機唔抵一個 X 有咁多人追啊，係啊，應該係話佢有劇情啦，跟住後屘見到佢個 X 好多人好多人追，跟住又唔抵得走去阻止人哋，唉，追完之嗰啲佢嗰啲語氣咧。真係，我都有一句，唔似分手，你分手冇用呢個語氣，冇人用呢啲咁温柔嘅語氣同你講嘢。得一句，你都有講過咧，我諗佢嘅劇情係早就已經係未分手嘅。如果你話分手嘅話，成日都講噶啦。跟住有一個分手，一路都分咗手之後，一路都喺度拍片，一路對住個 X 喺度拍片嘅。你第一句已經自己知道不是分手那麼簡單，是嗌交的，只不過是分是一個劇情式的一個嗌交，整到劇情，但又但係整到是一個好似真實的畫面，但係就好重的劇情味道。喂，望到佢啲語氣咧，係一定要翻定，因為好簡單，唔抵得個 X 咁多人追，咁即係自己好想追啦。呢個已經好證明，一個好有力嘅證明。你可以話一個原本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劇情，你整到咁複雜，一逐條逐條咁播，我都弱智啊！分咗手之後係咁樣嘅，咁即係話自己好唔想分，好唔想分手，但係又講分手呢個字喎，又話咩？分咗手之後，前女友遺憾。即係佢係踢咗呢啲字啊！遺憾嘅話，點解你仲要講呢啲嘢出嚟咧？